Poly Studio V52 安装。安装 Poly Studio V52 视频设备既快捷又简单。Poly Studio V52 附带。Poly Studio V52 视频设备 ，USB-A 转 USB-C 连接线，交流电源适配器，您所在地区专用的电源线，网线 ，HDMI 连接线，显示器加安装套件。所有其他安装选件均单独出售。无论您使用的是个人笔记本电脑，还是基于 PC 的会议室系统，都可以将 Poly Studio V52 用作外部视频和音频设备。要进行安装，首先请按照安装套件随附的说明，安装 Poly Studio V52 视频设备。仔细阅读所有说明，因为某些选件可能需要使用套件中未附带的工具，如螺丝刀。然后将 USB-A 转 USB-C 连接线的 USB-C 端插入 Poly Studio V52， 将 USB-A 端插入计算机，根据电脑附带的说明确定正确的端口。如果您计划配置设备，请将网线插入 Poly Studio V52 的以太网端口以及网络的以太网端口。此外，用 HDMI 连接线将视频设备上的 HDMI 一输出端口连接到显示器上的 HDMI 输入端口，这样就可以访问设备的 IP 地址和安装说明。最后，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。您的视频设备会自动开机。此过程需要两分三十秒。在这个阶段，您的 Poly Studio V52 将正常运行。但是，您可以选择通过 Poly Lens Cloud 或设备的 Web UI 来进一步配置或自定义设备。安装过程现已完成，可以开始使用 Poly Studio V52 视频设备了。在 HP Support YouTube 频道上查找更多有用视频。